你是公司上行的业务主管呢，找厨队来讲应该是无困难啊，奈个即马阁压未啊？因为你顶届看介意迄几间厝，拢已经互人订走啊。是讲这感情甲买厝的道理，嘛是同款的。下手上班就是别人的，既然已经是别人的，那呢你啥做爱这么坚持，这么固执？上好是我一个目标。我看介意的物件。不是跟我就会跟我你几间我都要爱就已经过好了你有钱也买不买不我就用手的就已经过好你还要手你好请问张正南跟谁住在这你是莫莉卡阿姨钱钱你有熟悉哦？来来来，坐来坐。妈，莫妮卡是我的客户，我爸做伙食。哦，是你的客户哦。啊，你那熟悉正南？我是先熟悉正南，跟熟悉雅芳的啦。哦。原来是正南介绍给你的客户。亚芳，我跟我男朋友的厝，你敢替我找好啊？阿妹呢？你是公司上行的业务主管呢，找厝对来讲应该是无困难啊，奈个即马阁阿妹啊？因为你顶届看介意迄几间厝，拢已经互人订走啊。我手头的物件，敢那剩适合一个人住的，卡说你愿意一个人住。那呢，今麦就当成交了。你这摆意思是讲，爱我甲我男朋友分开住？你真正就爱讲三笑诶！我今麦是甲你讲厝，毋是讲男朋友，是讲这感情甲买厝的道理，毋是同款诶。下手上班就是别人诶，既然已经是别人诶。那呢？你啥做爱这么坚持，这么固执？上好是我一个目标。我看到伊的物件，不是跟我就会跟我，你几间我拢要爱。就已经过好了，你有钱嘛买无？买无，我就用抢的。就已经过好，你搁要抢？歹势。你这个生意我无本事接，我会介绍白 sales 给你。我先送你出去。哎，亚芳啊，啊人正人介绍人客给你，你哪敢管啊？妈，是我家己无本事接这个 case， 我当然是介绍别人给伊啊，卡要去耽误着人的青春。这代志应该参详的啦。哎，你好，你叫莫妮卡是无？我是正南的妈妈啦。阿姆你好，你是正南的妈妈、啊？看不出来呢，你本人哪会这少年啊？啊，我都生做囡仔面，正南跟我同款啊。啊，是讲看你安尼哦，即马阁会当买厝，真正足有本事的呢。哎，买无厝吼，那算什么本事啦？哦，你安尼穿衫吼，迄甲人无同款的气质哦，一看就足有才情的啦。啊，是讲哦。这买厝边的勉强，哪去连房顶去啊？吼，咱都莫想过坚持啊。阿姆，你跟我留落来，就是要讲遮啊。你唔通误会啦，我的意思是讲，你会敢讲哦？爱藏较远的，啊，恁男朋友头路敢稳定？伊是咧做老师的。啊，恁两个敢有要结婚？伊真爱我。敢有要生囝？伊除了我以外。最爱就是囡仔，尤其是参像圈圈，就拿高追搁捌代志的啊，水啦！我上较欣赏哦，参像你这样有主见的查某囡仔啦。啊，是讲你若是有心要甲你的男朋友继续行落去哦，我建议你啊，这预算哦爱优惠较悬的，啊厝唔只会当找较大间的，安尼唔只较好找，阮新妇哦唔只有生意通做。